有规定，别让自拔手机全都放倒，抖音朋友圈也刷了一个通宵，你说在里外发根本没了信号，充电宝都换了三百不同型号，天上美丽地点时不时的疯闹，攻击人外怂闹，现在见不了狗都不要再疯闹，气氛就都这么开始要办公闹，奔放，算了我 Justin Hanson， 算老子们唱不来 baby， 他说他不喜欢等等，想要换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把名片都塞到他手上，记得低头就不要走更上，记得就不要放微博，虽然我们做的是美的，多少人挂的是翡翠，因为我们要买件雷鬼，旁边就是巴西的雷电，他们想要找我的 baby， 怎么老是说不来英文，勾搭勾搭我不想吹的，黑的和 Skyler 都没得，说不来英文，勾搭勾搭我都想吹着，黑的和 Skyler 都没得。